跟你们讲，就是未成女神，我有两个法宝，但是一个是失败的，一个是成功的。失败的是，就是我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台湾普遍的男生都是怕我，是不太，我对台湾男生的魅力没那么大，都是国外男生比较喜欢我。但是呢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呢，真的都只能待在台湾，所以呢，我只能把男台湾男生，不然把谁啊？但是呢，那就是我发现。我对台南的魅力真的没那么强，所以呢，我就前阵子喜欢一个男生，我就上那个什么 YouTube 上面，不是有，我就觉得好像他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我，我就上到 YouTube 上面教人什么成为女神啊，如何让女神味爆表什么的，他教你一些小撇步，喂，我还真的去给他学，你也回去看那一种吗？我逼不得已啊，怎么到这地步？我逼不得已啊，然后我还上网，他还叫我什么买十堂课，缴什么3000块，你真的买啦？我真的缴了，这是线上函授课程呢，他教我叠音，没有，他教我其他的，他教我说你要跟男生出去的时候呢，你要不定时就是触碰他的。身体，让他会有点触电的感觉，然后你有时候讲话要直视他的眼睛，这个很基本吧？但是他又教我了一个。他教我了一个，他说你要时不时让男生觉得你很抢手，然后例如说你现在坐计程车跟他约会的时候，你坐计程车要去找他，你下车的时候跟他说，哦天啊，那计程车刚刚觉得很漂亮，刚刚跟我要我的电话，好害怕哦，对之类，真的做给那个男的看，那男的都不用演啊，你完全不用演啊，还跟我说，我完全做给那个男的看，他完全没有反应，说他觉得这个课程什么，还跟我说什么女人味爆表啊，你只要做照按照他几个方式，你可以这样拔到你心目中的男神。男生爱你的半死，你要如何回简讯？你要如何回简讯？你要如何？你要如何在某个时刻去敲他，勾动他的心弦？哎，我还照着他一步一步做，后来觉得我全部哎。可以可以，修脚很好，这个自己 be yourself， OK。合成的痛苦。我后来觉得这全都是放屁，这全都是狗屁。那你的法宝是什么？对，你应该有法宝。我真正的法宝其实是这一罐香水。常常喜欢香水，好奢华。说啊，我的东西都很奢华，男生就喜欢闻到一些特别的味道。这瓶香水它其实是因为我东西都蛮中性的，但这瓶香水它其实是有催情的功效，它是斩男香，它里面有放依兰，所以你只要一喷的时候呢，你会提高任何人对你的注意力。然后呢，你喷看看，喷看看，他想要后宫甄嬛传。他说他里面放的是什么？依兰，依兰，依兰就是一种催情的效果，但它其实很浓烈哦。而且呢，它这一瓶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它这一瓶就是喜欢的明星都是那种很性感的人，例如就是那个金刚狼休杰克曼，他不是帮他代言哦，他是真的买一瓶放在他自己的包包里，对，所以他这个是你只要一喜欢到了这个人，哇，我帮我喷我自己，你去闻看看，你去闻看看，来，你去赶快去，然后你这个肉欲的，你赶快去，他这个是有，它有皮革味，所以这是男生香水，我觉得这有点中性的，中性香水，就是不会喷的，是男女闻的味道。再喷一次给玉林哥闻，再喷一次。我这时候不想迷惑你，我想被你迷惑，不是，对，浪费我香水，喷一下，对，你喷他眼睛啊，你防狼喷雾剂吧，你这个很可怕耶，你怎么有檀香味啊？这个有木质香，你懂不懂啊？有皮革香在里面。所以喷了这个之后，男生就会着迷。对，而且因为它这个就是，因为它的这个味道，它可以到隔天，你都不用洗澡，你隔天起来，你可以住男生家里面，起来之后那味道会变成皮革木质味，会更香，会让一整天24小时，超过24小时有不同阶段的香味。在香水里面呢，都有一些那个催情的费洛蒙。依兰啦，不是费洛蒙，依兰那么低俗。依兰，那要经过雪穗吗？走开。